今天来租太服来穿。哦，围巾已经被搭配好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蓝色系的，哦，是是是。哇，裤子衣服都好看，你不用。哦，我给你评价超高，谢谢高姐。你穿什么都好看。它这边也有很多种衣服。然后女生这边也有很多颜色可以选，好漂亮哦！你老婆，我想这样很会来，很啊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他们一定也是有想来的。哦，搭配这个手环，磁铁的，这边有附装法，还有拍摄，还有附包车。你画完了，好帅，好帅！哇，一红一蓝，两兄弟，好可爱啊！拍我，好拍你，拍你，好帅啊！跳舞好了，跳舞跳舞，呀嘞呀嘞，我跟弟弟也会好了，弟弟，结果他有他的 size 哦，刚刚好，哎，我们是一家都蓝色的，蓝招待，嗨，准备去拍照喽，嗨，我们现在准备坐他们的车子一起去喽，先装完了，然后三个都穿蓝色，好可爱，对啊，我们现在准备去喽，他们有推荐可以拍照的地方。我们现在已经到摄影师推荐我们的地方了。对，我们就在古城。我觉得墙外，然后他带我们来这样。我觉得他们蛮好，就是这个一整套的行程啊，还有包他们自己的车子带我们去，就是等于说一家有一台车。对。总共我们四家是四台车这样。然后一家大概就是含妆法，含妈妈的妆法，然后四个人的衣服，然后跟私家车，跟摄影师。对，然后跟毛片，然后精修我不确定几双，然后加一家人大概是1600左右。哇，很棒哦！哎呦，我后面超多鸽子，好恐怖哦，密集恐惧症。好，不要鸽子，不要拿食物就可以了。耶！啊！耶！来，我们要拍照了。哇！禁止女性入内耶，好酷哦！在人家这边跳，对，我们世界各地要跳一下，是不是？呀嘞呀嘞，我妈的呀个西，噔噔噔噔噔。小飘雨了，哦，不对，是下大雨了。我们这几天都是有遇到下大雨的时候，对，就是午后雷阵雨这样。等一下下。Together。最后一个大家都累了，嗯，对啊，嗯，都在吃叶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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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拍完照准备来吃饭，哎呦，拍完照准备来吃饭，我们店员推荐的这个怎么念的东颠东，听说很好吃，它是比较室外的餐厅，感觉很好吃哎，拿进去吧。烤五花豆 ，OK OK， 五花豆。对，烤鱼这个，我们点一个这个炸烤鱼，好像是炸鱼。它都有中文的，蛮贴心的。对啊，炸鱼。然后还有想吃什么吗？
嗯，他这里卖好多蘑菇的东西哦，不知道什么。哦，还有把它归成一类蘑菇类。然后再点一个青菜。好，我们点一点，再跟大家分享要怎样要吃什么好了。椰子，我们点了一个椰子来了，还有烙印哦。你看它其实很卫生，你看小细节的。有，他把吸管套先套好。对，我觉得蛮贴心的，有加分。还有附汤匙啊，这个还有附汤匙可以哦，还夹在这个竹片上面，很可爱。对，所以还可以挖椰肉啊，而且这边东西好便宜哦，一盘100多，台湾只能一人份，这边可能有两三人份的。哇，泰国米来了，哇，来了，哇，好丰盛哦，他上菜好快哦，蛋饼。这鱼感觉好厉害哦！对啊，超大只哎，一只才170斤，啊，100斤泰铢，这个也好好吃，这个松板猪，好吃。然后这个酱好辣，泰国小蘑菇好吃。这个我一个可以配一碗饭，啊，这个蛋也好吃。好了，我们先开动了，弟哥哥睡着了，哥哥太累了。我们吃饱了，吃好饱，然后我们要去逛宁。吃饱了，我们等一下天黑了。对，现在天黑了，我们要去逛那个宁曼一号。它就是一个购物商场，然后里面有很多那个文创品牌，然后都是不错的。好，要买一些药妆啊，或者一些包包，在里面买也不错。可以去逛一下，在这边附近而已。还有一些袋子啊，什么的。哦，真的有卖袋子哦，我不知道。对，你怎么都知道，好厉害啊！袋子也是一种包包。对，袋子也是一种包包。对，但是包包不比一只袋子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走450公尺可以过去，算蛮近的。哇，我们他们在逛这个棉麻店，就是卖麻子衣服的。我们在这边，手标牌，我们喝泰奶都是喝手标牌的。他说他们播到上去，我都有去帮你买。那我要一个大杯的。我们买到了手标牌哦，你是喝奶绿哦？我喝奶，我喜欢奶绿。哦，还有珍珠哦。还有中文，感觉不太圆的感觉，不是那种台湾的珍珠。哇哦！你看这杯子很有，我喝懂。太奶，够了。我帮我去买太奶好了。茶烟。那我爸我说 no sugar 啊。可以啊好哦，太奶可以 no sugar。那还有什么我要？可以调甜度冰块哦。好，带货，他们也去买了。哎，怎么样？特别苦。真的、啊，我以为还是想吃，但我觉得还不错，就茶味很重，就甜味没有，之后苦味就出来了，好喝。我们到里面了，它是一个红砖屋的那种感觉，很特别。然后很多小店，这边有一间米其林的餐厅，我们明天来吃吃看。很漂亮的这边，黎曼一号，3楼还有那种药妆店可以 test 的。哇，它有1、2、3楼哎。而且这是室内广场，所以逛起来不会很热、没有到冷气很强的感觉，但是就是蛮凉快的，有一直有风吹上来，它上面很多风扇，这样空气很通风。然后1楼比较多卖吃的，像很多人来这里会买一些什么香氛啊，或包包这样。哦，可以逛一下，我觉得真的蛮大的，它规划的整体蛮干净的，会有卖糯米饭，还有椰子哎，哇，榴莲糯米饭，好酷哦。有芒果糯米饭120，哎，那我想点一个芒果来吃，有大份小份这样。这边有人在小提琴二重奏哎，还在拉那个莫扎特的春。呜，真的。哇，在我听音乐的同时，已经哦帮我买了一件。对，里面有这边卖很多棉麻的衣服。对，而且它的棉麻不是很粗的棉麻。棉麻。很好摸的棉麻材质，就感觉凉凉透气的那种。然后一个洋装也是。哦。还是可以喂奶哦。哦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弹性可以喂奶。可爱可爱，好看好看。它在这边不会动，真的很像假的哎，它没有动哎，好厉害哦。哦，还跟我嗨。这好像开到晚上9点，所以我们剩10分钟就要下班打烊，快速带大家逛一下。然后这边已经差不多关掉，这边有卖很多小吉他，好可爱哦，很大，2楼这边很大一层，有一个时间可以专门来逛一下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但是我们这个时间大家几乎都要收了。
所以要逛可能要大概下午就来吧。好，我刚出来了，因为我刚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其实那个刚刚我从那个角度上去啊，它没有一个怎么讲给推车进去的地方，基本上如果婴儿推车要进去的话应该不太行，它有一个很像单行道的感觉，它可能要管人潮这样，所以推车哇很难进去，然后也出不太来，所以我觉得有推车逛的人可能要先把推车收起来再去逛，所以我在一楼先等伟林他们上去逛。再拉我最爱的卡农，欸，他们今天拉的都超经典的，有春夏秋，然后又拉那个很多首，大家一定都听过的歌，哦，好好听哦，厉害厉害，好想加入他们一起拉，哎呦，还有送荧光棒啊，哦，哇哦，嗨，哇，你们怎么都有荧光棒？要不能动哦，要全部不能动，停止呼吸。哇，你看叔叔没动了，都定住了。好了，我们准备逛完要回去了。对，因为我们坐右坐嘟嘟车，我觉得嘟嘟车真的蛮方便的。对啊，而且蛮便宜。对啊，要多少？哇，我去大概10分钟，十分钟路程很便宜，而且这边的嘟嘟车都开得比较慢，我觉得比曼谷慢一点，就比较安全一点，就不太飙车，还蛮好的。耶，今天也是很充实的一天。啊，弟弟也，我觉得他逛街的时候他都蛮好的。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拍照真的蛮好的，1000多块，但是他每个整个就是有一个摄影师，然后有助理，然后还有开车载你去，对，然后你妆发什么的他都帮你弄好，对，男生没有妆发啦，男生就是衣服，我可以也有加钱的服务这样，然后就蛮划算的，对，好，然后我们现在晚上这边逛的地方也是还不错，很多街头艺人。蛮好玩的，好，还有直接放音乐，可以，好可爱，他可能看弟弟心情不好，他想来放个音乐这样，耶耶耶。好了，我们回到房间了，哎，车程蛮快的，蛮顺的，而且路上很嗨，有嘞有嘞有嘞有，很像朱碧石会唱的歌。发现那个境外的人都蛮淳朴，很热情的感觉，我觉得都不会跟你就是很像讨价还价的感觉，玩起来真的蛮开心的，就是蛮 chill 的，虽然没什么那种游乐可以玩，就是逛逛街啊，然后感受一下当地的氛围，然后去拍拍照，我觉得就蛮舒服的，还拍了很多短影片，还好啊，没很对。对，我们这次比较少拍一点。哇，芒果！好啦好啦，我们这一集我觉得也蛮充实的，好吃哦，糯米饭。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喽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开铃铛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我们之后还有很多集哦，记得锁定哦。弟弟拜拜喽，拜拜，还有我，对，还有一个不见的哥哥，哥哥拜拜，嗨，拜拜。